大鹏吴康仁港风叙事大片释出，来自上城市的新拍摄，惊喜请到了大鹏和吴康仁两位影帝的同框出镜，非常难得的阵容与合作。本期大片拍摄于香港，于川向游江间，呈现了这组来自两岸如老友会面般的相遇之作。恰巧近日金像奖举行，两位凭借《第八个嫌疑人》和《但愿人长久》分别拿到了最佳男主、男配的提名，好运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也是吴康仁的内地封面首秀，有了媒体的首次合作，也期待接下来能有新作品的登场喽。不是国中，国小一年级左右，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候。